然后那边又封掉，不可以弯嘛，我又不会自制高山出哦，所以我就弯去那家前面退后哦，退后我说我没有看到后面有那个龙杠，那个大大的石头哦，就空下去一个钉在那边，而且还是刚喷漆一个礼拜，他叫我不要买小两个，结果现在。在市区很好用啊，啊！叫我不要买小两的那时候，大两还是抓到很舒服，是真的。叫我不要买小两，结果到最后现在没人出去叫了这两小两的准。可是它很肥嘞，哎，越来越吓死人了，越来越胖。去吃宵夜，然后他把神庙那边的东西做完了啊，有时那里拜神啊、跳桶啊什么啊，又去喝茶九点多，然后又带我出去，然后、哦、不要吃哦，你不要吃啊，他还是叫人呢。啊，这个娘不要浪费你吃，吃哦，吃宵夜哦，吃宵夜肥，吃宵夜很肥的嘞，肥很快。都我们都是因为宵夜肥，看我们正常其实没有吃很多，就是宵夜哦。你那条路去哪里啊？哦，你不会啊？那条路以前没有的，以前只有这一条了呀。徐继红，你累吗？你都快曬了，不然就夠力了，夠力了，他講你真冷，冷啊，開到完了不冷就夠力了，你要小關小啊，我怕你熱嘛，所以我就開嘛，冷氣關啊，我平時是開二號爆而已，這樣子的天氣啊，二號很熱，因為我鼻子容易塞啊，因為它這個沒有水煮，在飛機上看到小細糖啊，再見媽咪，這個是細機場來的嗎？这一间，这家餐已经来过一次饭了，上次你带过来，我摆着嘞。我没带过来，我带过来给我摆了。有没有？我都冇咩。我好少嚟呢度。哎，也是个凉嘛，又冇人喎。呢度好耐好耐以前嚟嘅啫，我想想我谂紧。我哋往也是个啊，每次行到啊，跟住又啊，嗰度附近食啊，呢间大。在这里啊，我们那里出发的就是妈咪了，你自然的呗啊，你看看